に揺らめく若葉さん、光とともに歌ってね、みんなで。红头巾，红头巾。哎，妈妈，你们这都是一样。有事让你去做，这篮子里装的是蛋糕和酒，把这些东西给有病的奶奶送去，吃了这些东西奶奶就会恢复健康的。啊，奶奶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妈妈，我去了。啊，等一下，红头巾，路上要小心，千万别绕道走，特别是在森林里绝不能走小路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不要绕道走，还有在森林里不要走小路。不过我真想早点看到奶奶的笑脸。嘿，那我去了，妈妈。中午都过去了，我还没吃上早饭和午饭呢。哎，吃了你也填不饱我的肚子，所以你不用害怕。啊，现在兔子也不相信狼了。嗯，你这个混蛋！给！讨厌，啄木鸟！给！哎，安静点好不好？哎，哦，好疼啊！哎呀！哦。对身体有好处的。这顿迟到的午饭唱着歌来了。我喜欢小猫咪，我和动物。我要打起精神准备开饭。啊！你好，叔叔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要给奶奶送东西去。哦，真是太好了。叔叔呢，要到前面去。